青菜是六度八，不低也不高。换人啥呀？出现幻觉了，他没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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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卡了，扯淡。扯淡！我用我小号看一下，没来，他前面带大 V， 你们当我傻呀？他前面带大 V， 笨蛋！好吧，那我这么的，我给你们表演个魔术吧，大家盯着我看好了，看好了。变没人，嘿，变没了吧？明天还给你们变一个大变活人。哎呀，卫星哥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呀？我下不来。欢迎卫星哥，好久不见，卫星哥，明天不见不散，卫星哥，故事哥。明天不见不散，有事的话随时给我留言跟我说啊，无聊拜拜，大家天冰雪拜拜，耳朵拜拜，守护们拜拜，够陪小伙伴拜拜，明天记得喊麻烦，喊他干啥呀？我今天晚上会通知的，问一下我妈我爸明天有什么安排，然后我会在我的新浪微博跟大家说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孟少哥吗？对对对，这是孟少哥，好出名啊，我得慢慢了解了解你。嗯，今天晚上我会去711玩会儿吧，711是哪里啊？不要舍不得我。嗯，爱心哥，爱心哥，哇，谢谢雪儿拜拜，雪儿家宝贝，故事哥拜拜，谢谢，感谢我故事哥陪我直播，谢谢，感谢我问仙哥开的守护我，谢谢。故事哥拜拜，有事好友跟我说哈，没事呀，明天看咱俩有缘见着没，明天我要是晚上直播的话你就过来，白天的话我估计你可能也不在，谢谢，提前谢谢我故事哥，好，反正就是下次见面的吧，好不好，希望明天能看见你，去吧，然后有事的话你就好友跟我说哈，嗯，去吧。哎呀，嗯，守护送我快出来，谢谢我的卫星哥，我卫星哥多长时间都不见了，能有一个半月了不？啊，我赶紧截个图，你们别闹，哪有这样的，欺负人呢。谢谢温香哥，仙哥，仙哥，我跑晕过去了，仙元哥。下播吧，下次来点。好呀，好呀，你现在有时间上网了吗？出国了？对呀，出国了。守护送果，这规矩不能破。
魏仙哥头像没换呢，魏仙哥头像你想换吗？魏仙哥，你要是想换的话，咱们家有新头像了，我给你做一个，等你方便换的时候你就换上呗。你要是不方便换的话，你就不换，方便的话最好了。行行行，来人呐，做一个魏仙的头像，还有仙缘的头像，这两个。好，我专门发给你啊。嗯，人家孟少文是不是大手，这个不归咱管，你大不大手这东西也没有啥那啥，人家就是再小手，人有的人也舍得给你花钱，所以这个不分大手小手，小手你们也看不出来，大手你们也看不出来。人家孟少哥，你没看人家改那签名吗？他的签名是不争不抢也会有属于你的一片天地，昨天晚上改的，我刚看见认识我的时候改的，这就代表想平平静静的陪着你，知道不？书生书生来晚了，我刚下播，现在我直播不努力了，我操，说这种话的人我觉得他就是没事闲的，这种人是真不用理，我直播不努力，你去找一个 China， 我要是排不进前五努力的话我就死给你看，唱歌女主播里面我要是不努力的话那就是你瞎了，还有人说我不努力，我觉得这种人他真是瞎了。啊，今天晚上直播了，对呀，今天凌晨4点播了一会儿，刚回家播了一会儿，然后下午啊不是，刚才晚上换成晚上播了，他们为你争取了2首歌的时间让我等你，完我就一直等啊，望穿秋水的等。然后就没等着。书生他不肯出画面，你叫播吗？没有呀，我出了。他还在骗你呢。书生，你看屏幕。